记者从2014年广西壮乡五名三月三歌须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，今年的三月三歌须将于4月1日至7日在五明县城举行。今年的歌须将举行开幕式、落月始祖王祭祀大典、千人竹竿舞、民族竞技体育大赛等20多项活动。歌须是大陆少数民族壮族特有的歌会形式，多在春季举行，届时男女老少盛装赴会，通常以青年男女对唱山歌为主，还有抛绣球、碰彩蛋、放花炮等娱乐活动。五明县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辖县，是壮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，壮族人口占 86% 以上。从1980年起，在五明县举行的三月三歌须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、影响最大、历史最久的民族歌须。